作为第二季梦之声的新晋导师，郭敬明自出现开始就一直自带话题。小时代的风波一过，如今又换了新内容，比如说电影换成打算邀请吴亦凡、鹿晗共同出演，又比如说真的要拍科幻电影吗？网上说的那个关于幻城的那个电视剧的部分跟我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未来有一天我要拍幻城的电影的话，因为我自己是拍电影的，如果我要拍电影的话，我一定会邀请他们两个，但是他们两个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，这个我就不敢保证了。